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冯光远今年初宣布退出时代力量，并讽刺实力已变质，成为国运长龙党。暗讽党主席黄国昌收割成果，但他今15日针对罢免黄国昌提出自己观点，讲明如果是因为反对同志平权或者多元成家而来罢免黄国昌，我是绝对要站出来反对的。另外，针对安鼎力量将他退党一事定义为实力背离民众的声音，是挺下流的行径。冯光远在个人脸书表示，罢免案若通过，将伤害台湾在同志平权运动这项人权议题上多年来坚持不懈所做的努力。另外，罢免案一旦过关，将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被打开后，就有可能成为反同人士的策略。另冯光远也不满地表示，安鼎力量把他退党的个人理由牵涉进来，成为罢免理由之一，让他觉得很离谱。声明：我的退党与否是我个人的决定，里面的因素也是我个人的事，所以如果说这个叫做安鼎力量的单位拿我退出时代力量当作你们罢免黄国昌的理由之一，说时代力量背离民众的声音，我会说这个借口其实挺下流的。最后预请新北市12选区的民众投下反对罢昌的一票。